远古时期没有科学的节气制度农事，人们苦不堪言。为了改变这一状况，人们积极地寻找方法。在不断的总结和尝试之后，深谙节气变化规律的徐老师沟通了天地时空，让人们认识到了节气基地的存在。节气基地掌管着人类世界的节气循环，众多节气精灵居住在那里。这些活泼可爱的精灵们会把四季的气息不断地输送到人类世界，让人类世界节气分明，风调雨顺。但远古时代就存在的神兽年兽并不喜欢节气分明的世界，它在春节期间大肆破坏，导致节气再度混乱。天和地动！节气基地的徐老师带领节气精灵们与年兽展开大战。最终，徐老师借助天地节气的力量，将年兽封印在了节气基地，由节气精灵看管。平度妹妹，你有没有在听啊？哎呀，幼稚，你都讲多少遍了？啊，真想看看传说中的节气基地啊。现实一点，老兄。你的手环从哪里来的？要你管啊。哼，那你说现在怎么没人见过节气精灵和年兽呢？那是因为青仔哥哥，大白天的不要胡思乱想了好吗？那些传说都是老古董，年轻人应该关注科技。回家。平都，青仔，爸爸，伯伯。青仔，你爸妈的研究工作脱不开身，你就先在我家住吧。嗯。上次做标本时银杏还绿着，这会儿都变样了。你怎么不到车里等啊？青仔，天气还冷，你们可别感冒了。陆伯伯，节气精灵的传说是真的吗？传说嘛，也许吧。哟吼，立春节气马上就要到了，立春季正式开始。斗转星移，万物起始的立春就要来到我们晚霞腰。还要勤劳，我们挠挠头，我们挠挠头，我们挠挠头，还生智慧，我们拍拍胸，我们拍拍胸，拍拍手，还用一只我们手牵手，嗨，团结起来，为人们送去。徐老师不在，只要毁掉了节气仪，我就能逃出去了。我要吃，我要吃。别烧，都是新收的小弟，你看看人家天少，跟着老大得自由。不说了，走。老大，老大，等等我。先去节气大殿，那是节气基地的中枢系统。嘘。我好硬哦。这群精灵又想趁俺睡觉吓唬俺，俺可不上当。可恶的火牛，我讨厌的红色。不过为了能逃出去，我忍了。这就是节气仪吧？怎么破坏的？我的智
受。你来这里干嘛？我们憧憬的火牛呀，我们可爱的英雄呀，看着乌江的水滴牛角，看着力大无穷的神驹呀，瞧着东塔一千米的眼神啊，真是喜又深沉，还有超群智商啊，智商超群，年兽你也没有那么坏嘛。睿智的火牛啊，帮帮这个傻大个儿吧。怎么了？他做梦都想见识一下四时节气仪，可这东西太复杂了。简单，我来教教你。那大球代表太阳，小球就是月亮喽。它们绕在一起，然后转啊转，总之绕着那个大球转就对了。这么说，大球才是核心喽？当然，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多亏了你这头智商超绝的笨牛，还叫什么？撞他！撞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你竟敢骗我！出事了！圣兽，速回大殿！立春未至，却春雷当空，怎么回事？节气推演平板电脑上显示，立春将至，太阳反而离黄经315度远了。不对，它在左右摇摆。这应该是节气秩序错乱引起的异象。什么？快跑！没有能量，也没有美食，我一定要离开这里。别愣着呀，快帮忙！我要永远出现在人类世界里，我可是伟大的天朝。年兽，他想干嘛？年兽，吃我一拳！不想了，先抓住年兽再说。拦住他！不对，不对，不对！可恶！我说怎么这么轻？纸的，有了！休想再困住我！还有两副空间力障，快拦住他！交给我吧！出啊！那是纸锤子！不要！火牛，别撞！破开了，果然有效果。天寒地冻，老大带上我，救救我，告诉他们，我是伟大的年兽，我要让节气永远消失。我要自由自在的生活，我要恢复强大的能量。再见吧，精灵们！糟了，节气仪被破坏，其他精灵都陷入沉睡了。没有节气仪叫醒节气精灵，人间就乱套了。都怪我，只有一个办法了。节气小知识，在上古时期，人们不懂节气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。种什么东西，后来聪明的人们总结经验，开始有了种春、种夏、种秋、种冬的说法。再后来，人们竖起一根标杆，通过观察影子的长短变化来判断季节的变化。每年的夏至日中午影子最短，冬至日中午影子最长。人们把这种方法称作土龟测影。现在在河南东丰市的郜城镇还有一座古老的土龟观星台呢，小朋友们记住了吗？